年感十足，刘烨一身简单私服，双手插兜大步走，靠一双大长腿挽回颜面。2月15日大年夜，刘烨在微博晒出一组带着爱妻和一对儿女回媳妇法国娘家过年的照片，还附文今年陪媳妇回娘家，在法国过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照片中刘烨一家四口温馨同框，看着超有爱。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身在爱妻安娜的娘家，但是后面的春联依旧非常醒目，看来刘烨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传扬的还是很到位呀。安娜虽然是法国人，但她却特别挚爱中国文化。在曾经一段采访中，安娜也透露会让两个孩子多学习中国文化。从照片中来看，这位中国媳妇真的是很称职呀，不但让自己的儿女学习中国文化，还把中国的传统节日和发红包习俗等带到了法国娘家，不得不让人竖起大拇指。照片中两位法国小朋友正在给长辈下跪磕头。